台湾开学了吗？还是延迟一个礼拜了？22号。哦，小二二，棒啊！还有3天可以开中午，太久了吧？差不多了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要连接了哦。哪天需要密码哎、欸？我生日啊。我知道啊。来问。我真的不用思考，我真的完全直接输入哎。那下次就改成零，最早以前的。对对对。我都是用零，不然就是4000000。与植物相关，刚刚植物被杀死会呢？因为他，你看，他新增了有厨师，对蜜蜂过敏，对时尚没兴趣，好可爱。对蜜蜂过敏什么意思？我要有一个那个童军，素食主义者，哇，有个吃肉，有个吃草，好玩，这个看看，有玩过。嘻嘻，阿辉，我在没有回应。你在没有回应？我啊，他要等一下。今天要需要提醒广告吗？是不用了。哦，原来在比哦。挂了。我也进去了，等我一下。我还选一个，哎、欸。你角色应该是有基础的那几个吧？没有，你还有加别的。可那这样你可以玩吗？我不可以玩那个什么灵魂吞噬者、孤独者跟那个鱼人，我都不能玩。哦，对啊，因为那个要买啊。只能吃肉，我要玩什么？你可以玩妹妹啊。你说有花花的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。好啊，完美，完美，没办法。好吧，下次回去玩。就是我不是说传送门可以改成那个吗？我进去了。好，因为他传送门最后可以变成那个。我昨天那天不在说要收集那个月石。嗯。然后你就弄好之后，那个传送门可以让你换角色。很棒吧？哦，所以你就很想要换角色。因为你。就不会绑定说这只角色就玩一辈子啊，就不用再装莫德什么之类的啊。像今天要盖设施的话，那个女巧匠会比较强。也是的。对啊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。你看，你看，你打开小地图看有没有看到我在哪里？有。对不对？因为我要叫老居叫你那个装这个东西，不然每次都看不到你们在哪里。就真的要装这个，不然我很难解释给他说我在哪里。对啊，考试快到了的原因，快到、啊。怎么了吗？没有，是我、啊。你不考试？我没有考试啊，别人啊。好啦，我知道啦。然后，而且你探过的地图，我也会探过。对啊，这样就很分共享。对啊，这模的是蓝蓝找的。不是啊，这个mod以前就可以就已经有作用了。没有，以前不会有那个共享视野，以前只是顶多看到那个玩家在哪里。以前没有共享视野。是哦。对。那天他也想玩啊，那我们就在跟他讲说，哦，以前我有装这个，
那弄了一大堆。哇，你好丑！我小。我不用弯腰真的是很棒。玩之前种了一大堆草，玩半天，剪完那些草之后，然后奶奶唱了一下书，再重新弯腰剪。哦，奶奶，就是舌头吗？记得说以前有玩奶奶，那时候就爱玩奶奶啊，玩奶音北京。跟谁玩小鱼？你好。他一早就问我说：“繁星，我好无聊，想玩游戏。”对，因为我翘班了。好好，翘班又龙虾吃的了。哎、欸。哎，什么？先找矿坑，先找矿场。我们需要黄金。啊，那我们就分开走啊。哦，白痴！我简化会降理智哎。是假的，对，我不喜欢伤害我朋友，对不起了朋友。你笑太爽。哦，这是边界的。刻在我心的你，我这样剪草剪树枝，应该也是在伤害我朋友啊！不剪那个人会死掉啦。我说剪人家剪花剪什么是家里做，剪花剪那个一直在狂扣，你知道吗？这假帅。记得昨天秀秀不是说哪里有花可以剪？我边降理智，我的天！他想要做花圈呐、啊。对啊。他只记得花圈呢、啊。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教他的。没办法，以前一起玩的时候都不一起玩。艾拉也是，这个也是。哦，这边有骷髅马，不是骷髅马啦，蟹马。我这边是那个大型蜂巢。我相信他确实才是声音，又好像没有。我找到矿场，没有，这是那个落水洞。会唱歌吗？会，不会，没有声音。你可不可以去香港啊？去香港干嘛？啊，台湾这么棒，我想去香港。河的小鱼，是吧？是的吧？是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。
我不知道。天堂活得蛮不错的。是啦，香港有龙虾可以吃哎、欸。嗯，你不是龙虾的原因吧？要有机器人才能做包包哦。对。这键盘其实声音很好听，可是很大啊，很大声，会很大声吗？比之前小吧。嗯，你觉得差不多？我又有那个触手，我又有那个触手，我捡到尸体了。这里好多芦荟。对啊。这里是一份大触手地，很大的那种。啾啾！我去唱。找到矿场没？没有，找到鱼人的家。应该开小地图的。像吗？因为我们在找金矿。不打大象吗？大象不急啊。而且你要绕，应该是从边边开始绕，不能这样七西瓜着绕。冰山安，冰山，冰沙，哦，冰沙，沙，是阿沙，而且没有那个什么，嗯，没有远程武器，也要追到天涯海角，天涯海角，
哇，有衣服，啦。嗯，我那边竟然没有绕。有虫洞哎，跳咯！啊！看，怎么又是沼泽？嗯？霸气哦！你看那两个颜色虫洞，真是让我气死！我探完一边，又去到另外一边。麻烦。我不喜欢伤害朋友，我也不想要砍树啊！哇塞，这只角色不能砍树啊！是假的，我砍了会扣理智啊，而且扣好多、哦。太棒了吧！就做火把呗。也不是坑的感觉，每只角色每只角色特色啊，这样可以砍木头交给其他人啊，我比较不要砍的。哦，有啦，哎、欸，种树加十理智，哎、哦，好爽哦！哇，好夸张啊，十哎、欸。烧森林反而不会 ，magic， 厉害吧？这就是游戏。Moms， 没有。我刚找到矿场了。在我这儿。在你那。你在骂脏话？我说在你那吗？对。夫人呢、欸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就遇到了？哇，你离我108000里。哇。这不是矿场，这不是沙漠。你是不是要去再找？没有啊，先挖黄金走啊。那你挖呗。我可以挖木，不行。欧元安，这里有一小片黄金。哇！哇！对啊，
看，大家都说你封面帅帅的。嗯，变的啊。照片呢、啊，各位？哭啊！要死。我这里算是矿场吗？可是它只有两三块黄金。青蛙嘛，啊！我捡到象牙法杖。为什么？尸体上捡到的啊。我为什么？好强哦！我之前有这样开局过啊。然后就跑超快的。然后那张地图好像就也没再玩了，我解释一下，这个法杖是冬天打一只象牙打到的，然后它做出来可以加你的跑速。我知道岩浆附近有那个啊，有龙吟啊，东西太多了，我知道东西太多了。不是啊，你冲他笑。哎，怎么了？有一个冲动，好想跳。理智还可以，等下跳个冲动。对，真的，为了这个拐杖就要去砍人家爸爸妈妈。而且还不一定拿得到哎、欸。真的。哎、欸。干嘛？你看我从洞跳到哪里去？没空。跳到矿场了。哦，交给你了，好好照顾自己。好强哦！我走去跟你会合。这还有冰块耶。我在哪里？哇塞！锤子可以不用汽油，锤子不用，铲子要。哦，我刚刚想说啊，要做锤子，要发明机器。要了我，我现在有武器的了，现在是有武器的男人哦。男人，好，我来。
你那么多树有点不妙，感觉就是蜘蛛很多的地方。哇！那太难打了吧？打那个机器对不对？是。打什么？鱼人。哦。啊，不是衣服。那不是长得帅，那是衣服好看。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这里好多蜘蛛蛋，哇靠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里超级多蜘蛛，密集蜘蛛。矿场都是不是吗？不是啊，我刚刚那边就不是啊。我刚刚那边叫做梅沙蜘蛛，这里非常密集，密集到超可怕的，一定想吐。啊，风滚草哎、欸。你走开！你讨厌我？不要，我很讨厌你。嗯，丢掉。白痴哦，你吃掉我的东西！不吃了，食物要坏掉了。这是什么？嗯？加饼人吗？你不是冬季盛宴吗？你忘记了、哦？冬季盛宴就是会拿到那个啊，圣诞的东西啊。他好可爱，可是他不见了。他掉了一个饼干屑屑，这种。哦，对，你跟着他走，他会带你去一个那个他的一个地方。你见他吗？啊？已经八点了。堆叠只能到十哦。不少的吗？木板啊，木板跟石头堆叠只能到死。没有在矿场生存，饿死吧。
罗姆在这。哎、欸，我有，我应该有办法去找你哦、喔。那你过来找我、啊。我看我有猪烧起来。我不先盛猪肉吃吧，这么好。没有通吧？没通我会笑、哦。然后没办法去找你了。嗯，好哦。好的哟，我们走喽。我等你来帮我做一个可爱的包包。什么猫猫？包包。哦。要等很久。而你挖完之后，你就跳虫洞回来也可以啊。我挖不完，这也差太多了。不是啊，不用全挖完啊。好了，我过去。过去可是你想在哪里生存？我不知道啊，其实哪边都可以啊。啊，你不是习惯在牛牛附近？因为我会怕。你会怕？就我会怕。不知道，我也不确定这线有没有哦，有通有通。你有看到我刚刚树的下面？哪里啊？等一下，现在那么晚，你要打开地图，等下火把熄了。哦，绿洲在这儿。我看到了，我在看你看的地图。我们要走啊，指路啊！不是你要往下面绿洲啊？是啊，我要去找你的低能哦。不是这边，这边不是啊，这边一定不是啊！你要往下面绿洲，在下面走啊。对，沿着这个海岸线走。直走，直走。对啊，地图开了，等一下。杨洋。底下真不错，嗯，哎，做好了。
功能安安。现在没有开那个会掉红宝石跟蓝宝石的 mod。那不是倍率开到很夸张，敲一个喷一大堆。走，应该可以找地方生存了。可以啊，那我再砍棵树。啊。嗯，对不起，朋友，我不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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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是干嘛？我帮你，我刚刚拿铲子帮你挖，结果就被骂了。对他讲了，朋友，对不起了。啊，可以，你等一下。不然就去把这些敲一敲吧。啊，这个不用敲啊，也可以留在这里啊。嗯，好吧，走吧。你要回，你要去到哪里？你要走虫洞还是用走的回去？嗯，用虫洞啊。你虫洞那边也很远呢。那你想在哪里生存？甘草上。对啊，甘草不是比较好生存的。你是说重生点那里的吗？那好像走虫洞比较快，走吧。没有牛牛，没有牛皮，你很麻烦呢。哦，真的很麻烦。他刚刚就说用走走左边也可以，你不要。我啊，走啊。干，走啊。哇，这片森林如果烧了的话，很爽，就可以盖家了。好几天都不用点火把。来喽！为什么你走得比较快？哦，我手上拿的是什么？对哈。娘娘，揍他！打得很痛哦。我知道，我不敢。狗狗，我还没做武器。哎，你刚刚那边没有哦？你发明机器没有做？嗯，对，没忘记。好的哟。啊，好像这边也比较好。如果这边有牛的话，看一下。不知道你种蝴蝶会不会那个，不会加力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不要、啊，我种树就加十里字哎、欸。哇，简单呢、欸。我找一下你嘛。哦，牛呢？哎，有，这里有牛。那我们就住上面一点呗。你再来发现我们，你往下走，你往下走。嗯，住这边啊，那土豆好多。
找到我吗？我死掉了。赶快来找我，赶快来找我。你靠近妹妹也不会死啊，你白痴哦、喔。就这里啊，我们就住这吧。我盖啊。你说萤火吗？对，还是你盖。好啊。你的很漂亮的吗？这算漂亮吗？我有树枝了。我盖这个呢。要，我刚刚就是在那边先做出的这一个，然后就带着他跑。看我也做了，说算了，没差。你刚是我们想法是一模一样的。住在牛旁边发情期怎么办？我们就不要靠近牛，就不要靠近他。而且我们住有一段距离啊，之前就住太近，我们被牛灭村。只要不要太近，其实真的还好。对啊。20个这个，等一下哦，我帮你做冰箱哦。哦，我以为你帮我做武器。武器你也可以自己做啊，白痴哦，我不是选那个。做出一根长矛。你帮我把这个挖起来。好，哦，干嘛啦？这好漂亮哦！还有别的你要看吗？可以，用别的比较好分辨它是做什么的，就是生食、熟食、热能食的。去找东西烧，过来。哇，下面好多牛，好爽。有牛能够带给我温暖。嗯，大量树枝的弄光了。树枝吗？对。弄。因为现在树枝都是靠树掉下来的了啊。没有那个。你没有发现都看不太到了。对啊。对啊。所以要去把他们那个挖起。种回来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我真的在挖、欸，哎。挖什么？那个啊，那个树根啊，好啊，那个种子，给你了。午餐吃什么？你要吃什么？太多次，太多次了。嗯。他欺负我妹妹，怎么突然变两层了？差不多了吧，六天了哎、欸。我妹妹会攻击、欸，
有那么生气？这里又一个冲动。这个广告哈，下面这里还有一批牛牛，没有很多，就几只而已。我明天应该就来了、喔。狗狗吗？不是十天吗？是十天吗？我记得是十天。我有上树了。嗯。我一堆木炭啊，为什么你一堆木炭不告诉我？想做锅子？你又没看我的台，我会卡哒哒。哦，我和连线好像真的变好了。哇，这边会不会森林大火？管他的，大火就大火。哦，还要表情耶。往放这边不是吗？
回血吗？我要研究一下，因为他有这些东西可以做，不知道干嘛。哎、欸，干嘛？不理你了，拜拜。啊，对，他刚刚那个看到的东西就是你跟着他，他会掉那个饼干絮，然后可以找到他的，他算是小猪人，猪人饼干，然后就像姜饼人。那你那时候就是我跟兰兰那时候看到也很开心，那就是很新鲜。你还在吗？我在啊，哦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去，不小心把他家拆了，就再又不回来。这你是怎么叫，可以做那么多个锅子啊？我很石头难够了多解。啊，我等下再敲石头了，弄太多石头，不然做过头了。我还有十几个。要圆的石头对啊，12个。哦。嗯。我刚在那边真的很认真在拆。然后家里也有饭，有个肉球。好，我们来夹吧。我真的是好妈妈，我要去营救我的那农个场。农场。对，三个。我也有，我给你种好不好？嗯。谢谢。我去把旁边你捡不起的花捡一捡。我捡不起，瞧不起我。生日快乐！为什么他会说生日快乐？你怎么知道今天我生日？什么？谁呀？谁在讲啊？不是，我说你那个角色刚刚说的。我不知道。好，等一下再做一个洒水器，先拿捞一点水。洒水器，哦，我要做好，你堆身上肥有盐是桶，什么？有没有啊？那植物烂掉要非常久时间呢、欸，你有没有烂掉植物啊？烂掉的植物没有，食物，没有。好，还在直播啊？还在啊，不该把那个物品烂掉那个。孩子啊，我去捡那个好了，莓果，没过，就是可那以个啊。啊，嗯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快坏掉的？我就是要问呐、啊，我想要快掉，要飞掉那我些知道快坏掉的武器那些的，看能不能加火，可以吧？我看到可以添加燃料，可以啊。棒！我觉得呢，我应该可以去尿尿一个。那就要把那个欸，那个叫什么？挖丢出来，让它烂掉。因为我看到这个东西，好像我是要靠这个，他赶快做出这个。来喽，讲一下。我回来了，我发现我妹妹一直在旁边跳舞。你的花可以做出怎来，然么了？后让它烂掉吗？
我的话，就丢出来让它烂掉。我的花不会烂掉啊。不是啦，捡起来的花啦。我没捡花。你不是说去捡我捡不起来的花？我捡了一朵，吃掉了。就去捡啊。哇。因为你没堆肥桶，你不能做出那个啊。你没有肥料，不能做出那个堆肥桶。有便便啊。不是，要堆肥桶。我需要堆肥桶。这样讲可以吗？可以。这里有浆果。哇，那我去收集吧。这里明明就很多。哎，毒鸡不见了。你说大象毒鸡吗？对啊，我没碰它。不是啦，好像没有去理它，就会不见。年纪版的确实在或是古龙姆买都有，有啊，有有有，有找到浆果虫，有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五八个了身上，还有五朵花，五个胡萝卜，一个蘑菇菇，快，赶快让它烂掉，我可以怎么让它烂掉？除非我出去把 mod 关掉。我有开那个啦，让东西烂比较慢。哎、欸，对面有鱼人呢、欸。要多久？他要44分钟才烂掉。分钟哦，浆果也是吗？不是，浆果在5.6天时坏掉。5.6天，在5.7天。哦，你等一下出去关掉好了。如何？哦，可以啊。我刚刚在敲石头，在发呆，没事。
那要不要去刚刚住宿村附近找古鲁姆雕像？抱歉，没有啊，在这里啊，古鲁姆在这里啊。他要那个才能满月才能满月才能拿花、啊，对，要满月的时候，下两天吧，在第八天。好，我出去喽。好，我在家里了，我断开。哎、啊，你怎么挂火机了？不行，想要挂火机都不行吗？啊，我带大肉回来，煮我来吃啊。哦，是的。再做沙肉酱不就好了？素汁，要很多素汁。我身上也不多 不少啊，有一点。说真的，我要怎么调啊？我白痴啊！帽子，然后。乌龟跳，这个好了，等一下吧。好，它不同季节只能做出不一样的水果。对，现在好烂。对不起，好了，开好了。对不起，去哪？等一下，他刚刚说我输入密码错误，很可怕。39.9天，种子现在那么耐。有比较多的猪跟还有三个可以说是白痴哦，我想要打牛哦，牛是好伙伴呢。对啊，我想要打牛哦。你左边可以帮我浇个水吗？左边浇个水，我还没有花。花？不是，我还没做那个水桶。哦。哎、欸，我也做人的机器。我没有做机器啊，你有发现？为什么被动？因为我是植物人啊，我的被动。Oh my god! Oh my goodness!
冷木板。哎，没有木头卡。张网要出门，出门蜘蛛网啊，嗯，家里有一块，够啊，我说四要四块，嗯，去下面，秋王是啥？秋王我们不是打过吗？秋王？什么秋王？嗯，老巨在问什么？就是那一只把我们方向倒过来的那一只啊。不知道，我说老巨是在问什么？他是没有打过还是？他有打过啊。秋王欸。有啊，我们没有啊。因为秋天我们还问你说怎么办，你那时候打东王怎么办，那不是秋王吗？东王哦，秋王，秋王，你们现在连夏天的王才，你们才刚度过夏天呢，哪来的秋天的王啊？有没有印象？小鱼大大哇，这真是我说啊，才刚到夏天，啊，你就说秋王打过了，你们进度已经晚一轮了，哎，那怎么还问我说夏天怎么过，冬天怎么过？你们这真的很难过。嗯，因为我没有好好教，我真的不太会教。你就玩你的而已啊。你有概念，但是你都在顾家啊，懂吗？对不起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你是一个扎利亚，不是扎利亚，你是一个准度很强的安娜或者是阿姨，啊，然后你就只是乖乖在补血，不帮忙输出，虽然这是好事啦。所以那个植物人是要买的吗？还是不用？买什么？是角色哦。那个，对啊。要啊，要买。Oh my god！ 过分了。也有厨师啊。这是真的？嗯，这是厨师哦。嗯，要啊。群队怎么被聊天室霸凌？霸凌什么？有可能是他看不到聊天室的字吧？看太多了吧？好多蜘蛛啊！完了。怎么了？妹妹惹他们生气了。我故意的啊！我要蜘蛛网哎、欸。我说我妹妹、欸。哦，妹妹不用怕、啊，妹妹半夜超强的哎、欸。靠腰啊！干嘛啦？超强的她。她死了、哦？没有。
你在大声什么啦？靠腰，因为根本就是神啊！他超强的啊！万九在开玩笑。哇，他真的好强哦！哇，好多肉。哎，没有，我们去打架。哎，我需要你蜘蛛丝。工具的。万九，我那时候有跟你讲啊，如果重玩的话，应该会玩妹妹啊。你有在开玩笑吗？他没扣过血，他就很强啊！而且他还晚上攻击力超高的，23的攻击力。妹妹是上一次改版之后变的，因为他这一次是其实每只角色都有改，他每次只要一改的话就会出动画，他们的故事动画。所以有一次改是改那个女武神维京女。哦，我知道。对，你在家吗？不在。在走回去的路上了。差点饿死欸，我差点饿到扣血。我可以浇水，浇水了。嗯。可是你跟他聊天不是会更好吗？跟谁聊天？跟那些花花草草。我怎么跟他聊天？就按空白键啊。按空白键，刚空白键我捡起来了、啊。你说这个、啊？对啊。不是按空白键的，跟对他们按空白键。哦，我按完了。哦。没事啊，我不懂啊。但他们不用浇水啊。为什么没有叫我浇水呢？为什么？还是因为我种的问题。可是我这个涂下去，它不会是？那你做那个你的耕地机放下去啊？你对位置？我对什么位置？你随便放又没差。它的位置很奇怪。好了，我快饿死。反正就狂做啊，反正他们就不会坏。放在冰箱的话，哦，哎，好啦，你去看。嗯，这太远了。
农场不是在建筑？不不不，鸟笼不是在建筑吗？我找到了，六个黄金，我有19个在身上。好，我需要。你过来，把板救过去。看，你给我滚过来哦！那我要带着物资跑掉了。鸵鸟给我，你不是说有那个云溢出还是什么？有啊，可以收彩了耶。你看，你可以跟他们聊天了。一些花花草草可以聊天。你对着他们按空白键。哇，好看！空白键，白色。哦，是靠近摸一摸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摸摸，开心开心。我头上是血量吗？血量在这里。对的，这是血量模组。哦，哇！我吃肉干不会回血嘞。好可怜哦！那你要吃什么才回血？嗯，可能就是我讲的啊，我需要肥料啊，是肥料吧？是腐烂食物。怎么了？只是我这边的需要浇水，你那边的不需要浇水。你要种子吗？冰箱啊。谢谢。可怜呐！你干，你给我出来！妈的，我站离10分钟，小林给我下楼。来摔跤！你在你10分钟，你还能活吗？你说他吗？我当然能活啊！你不会饿死？我会复活。OK。啊，我想要做提灯哦，放在那个农场旁边。啊，去落水洞啊！等一下去。锅子旁边有种子，锅子旁边有种子。那个邮局耶。哇，很小耶，火很小耶。嗯。你在邮局，那我不是更好读到你了？哎、欸，有一只鸟、欸，哎呦，靠呗！干嘛啦？我捡起那根草，没有捡到那个小肉块。牛的背。刚停接安安
现主机。要摸摸那些花花的，我觉得农场又很适合你，要不要玩啊？农场很适合我吗？要啊。那你要不要买厨师啊？我应该会两个都买吧。厨师跟植物人吗？嗯。好。妹妹真的不太适合我，她要晚上出去打架，我不敢。你那个兔子是不是？我的兔子。啊！被我吓回虫洞。在哪里？那个我们家左边有一个，有看到 吗？啊？我看到了，你有开过吗？有开，有敲还没敲，还没敲，还没敲。那我先等一下再敲，等明天吧。要不要帮你挖莓果虫回去啊？还是你觉得没必要啊？应该还好吧，因为如果我们种那么多东西的话，其实还好。哦，好好。靠，地上有种子都要捡。嗯，真的。那你要小心哦，我植物人现在唯一回血的手段就只剩下蜘蛛腺体哦。哦，我有很多，我有四个。我说之后啦，植物人的。你在追那个饼干呢？不要追，不要追，不用追。为什么？没要追也可以啊，就是不要把它的屋子敲掉，敲掉之后就不回来了。什么？我刚刚以为我同学来开台，开台，还是？你说跟你面对面然后开台啊？我以前忘记玩哪一只角色了，他可以一直拼命吹剑士，应该也是 DLC 吧？对啊，不然就是装一个那个就是剑士那个可以重，以前剑士好像不能重叠吧？一个剑士可以吹十次，然后你当你快坏掉，你跟另外一个剑士重叠之后又变回二十，就十加十变成二十，懂意思啊？哎，满月，那不去报？哎，我追不到他的家，而且我甚至不确定他是不是同一只。我找到他的家了，那不用敲吗？那我可以干嘛？没有，在附近晃啊。有南瓜哎，敲在，带回来。不是长在那树干上吗？对 对，带回来啊，他可以做出来，可以召唤那个呢，金丝雀。我现在不怕饿了，我现在有30块饼干碎片。
葛罗妹藏太密了吧？那切斯特应该就在、嗯欸，也不一定，不一定啊，确实是乱长的、啊。那这切斯特都是在猪人的另外一头啊？是哦，它有一个规律的，我不知道。对啊，那格罗姆一定在猪人家。格罗姆在猪人家，我这个知道。蜘蛛，挖个坟墓好了。哇，百鬼夜行的，天哪！红宝石，假牙，酷狗哎，还是我听错？没听错哎、欸，有啊、哦，酷狗狗，哦，晕，花能干嘛？好啦，我真的是需要牛牛了。鞋子回不回来？哭欸！等一下，可是我忘记家在哪里，完蛋了。右下，右下，一直走，一直走。右下吗？跟着路走。这条路。对。前面那边牧场吗？继续走，继续走，跟着路走。你等下切西瓜过来，等下那个格罗姆被咬死。你不用怕，你有妹妹。不对耶，可是我们、这不是晚上啊？他、晚上也很强啊，红安。不是晚上也很强，我是说他晚上很强而已。哎、牛牛这边有落水洞，还是不要开这边好了，让牛被灭光。我来了。哎呀，好的！哇，妹妹做事，我靠，妹妹生气了吧？妹妹做事，我靠，这里三只牛哎、欸，三只牛，狗哎、欸，妹妹无动于衷，妹妹攻击啊！
哎，还没结束哦。没啊，哦，妹妹不，你看，你妹不能妹一直要跳走太啊！你久。不能一直走啊！你一直走，他怎么打啦？打眼。身上满了，交给你。格罗姆。做一点赛，做什么？赛肉甲。我做啊。你有数字吗？有啊。哇，长出好多东西哦，这里。嗯。巨大果实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刚刚才摸完，它怎么长那么快了？你摸它们，它们就长很快没？没有，真的不是我摸的问题哦、喔。三个，可以收成的，要收吗？我啊，全部都是巨大的、欸，还有更大的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一个红宝石，一个假牙，你要补血吗？我可以做。我就跟你讲，我这次就还不能回血哦。啊！地上的莓果怎么不见了？不知道，狗吃掉了。啊！等它烂呢。箱子还有两个，再放吧。不用吧，等着花瓣吧，等着花瓣。换做个箱子放里面。需要更大的冰箱哎。更大还更多？更大或更多也可以。我要齿轮跟瓷砖了，做齿轮吧。你做齿轮机器啊？你做啊，快吃东西。哈哈哈，我做。好黑。齿轮机器，等一下，齿轮机器要一个齿轮呢。这没问题吗？你之前说是这样子吗？对啊。好吧，再去找吧。我们有红宝石，有瓷砖块，就是没有一个齿轮，就那么一个齿轮。再采收果实。
那你去打齿轮，我去打，我去打落水洞。白痴了。什么东西？我在下面那个落水洞吧。哪个下面落水洞？牛下面那边的。不要，我刚不是跟你讲说，等下牛被灭了怎么办？啊，对好对好对好。你秀秀。那我再往下面蜘蛛的那边的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怎么不去我们左边那边啊？我去左边那边。就绕过那个啊。河的对岸啊，这个落水洞，可以啊，能越捞越下去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摸植物哎，今天。你摸了吗？嗯，还没摸。Oh、my God！ 我真的无法离开家里耶。又没茶植物，你做出来还不是一样变成肉丸？你又没有去记配方。我就是想要认真学一下配方耶。那就选呗。那蝙蝠马上出来了。哇，你攻击力也太高了吧！啊？妹妹啊。
美风本草啦。为什么我又没有回应了？回应？我的电脑好烂。你是下落水洞都会这样子？没错。风滚草。嗯，那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这里是不是兔兔家的麦克风？我的麦克风？对，坏了。好像葛鲁姆在叫。没有了，等我今天就是把电脑拿去修，没事。哇！
家。红色蜘蛛是什么东西？这洞穴蜘蛛啊，是白皮鞋吧？杀了我！等一下，完蛋了我。被他逼到进退两难。嗯，这我就是呢，很赞。讲话一直滋滋滋滋滋滋，对，其实听不太到你讲什么。看什么声音？可以听到吗？有，怎样？我解决了这问题了。怎样？我用手机进啊。哦。哎呀，反正这游戏不需要听声音，不是、啊、我说不需要两个耳机的声音。看，现在你说你离不开家，但我不能砍木头，那怎么办？我离不开家。你说你不开家，砍木头。哦，我可以啦，我可以啦，我可以砍木头了。提灯要怎么做嘞？提灯。两个绳子，
没有甘草啊。有有有，我有。你要吗？给你银钢银光。银钢啊！哎呀！好，我去砍木头。小北一耶，北一安安，那、啊、你不去在这摸植物？我刚刚想摸的时候，去砍木头。什么？什么是什么？这个、啊、就是那个姜饼猪人掉掉的东西。你可以做网子吗？我做啦，怎么了？我想要一个网子，我可以想要做萤火虫做头灯。我有做啊。好，那你帮我做头灯。我要帅气头灯。哎、欸，这里有猪猪夹一个。但你都把草带走，我要做屁。我没有全部带走吧？哦，没啦。啊？我只带了一，我没有拿草啊，刚刚都是我身上的草哎、欸。好，利恩，拜拜。拜为什么会只有风滚草？有风滚草，我一黄金贡品耶！耶、yeah, ！我开始回血了。你做了什么回血了？我真的要吃肥料。好可爱！我需要更多的肥料。腐烂食物吗？还是扁扁也可以？腐烂食物啊，一定要腐烂。一定要腐烂食物。无望。啊，掉下去。哇，你，那你很麻烦呢、欸。我就跟你讲，你这次会比较麻烦一点而已啊。
蛛网。所以可以滋润植物的都可以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能吃大便呐、啊。如果能吃大便，叫秀秀买这只了。蛛网宝记得有，有两个哦，哭啊！有没有蜘蛛网啊？没有。我家里砍了40根木材。嗯。哦，可惜没木头。对不对啦，没蜘蛛网。还得砍。什么？哎、欸，这可以回血，所以你吃什么都不会回血吗？嗯，我不就该剃毛了哦，剃毛喽。OK， 折叠式刮胡刀，怎么那么小？哎、欸，你的头灯呢？谢谢。哎、欸，好漂亮哦！有吧？我来留最好看的给你。要哭了！让你看到这个，这边，这个我刚做出来的这个肥料，短短的。对，这个我就要吃这个才能回血。哇，你真的好惨哦！你怎么玩什么的，吃的都有限制啊？是啊，你要知道这只就也它有它的优势在啊。我知道。哇，我懂。太可爱了吧？那个舍得贡品吗？是不是很可爱？不舍得啊，它才三个贡品，我自己多挖一点环境就好了。对啊，那就多打点肉给猪猪就好了。嗯。要看一下哦，我没剪干草。
对啊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吃大便。对啊，你可以吃大便。那他把大便抹在身上，那不知道能干嘛？你可以要回血吗？没有。我好想看你吃大便哦。没有，他只是把大便抹在自己身上，没了。你有找到齿轮吗？所以没有，滚滚草拉了一个。哦，狗狗，糟糕。狗狗，狗王啊！哦，要靠你了，不干我的事。靠呀，不干你的事，要靠你耶。在哪里？好，下面。在哪里？下面，你来我这。等一下，我可不可以种完这块田？种啊。反正你再慢一点。就狗更多了而已啊！欸，等下带吃的下来哦。Hello。好的。带吃的下来。好啊，一天又过了。感谢北一的会员，要来了吗？晚上妹妹最强的时候。对，趁妹妹最强的时候来了。我在拿食物，再等我一下下。我来了，哇，这里面的真的好多。过来的，嗯，柚子，在哪里？这里，下面，把武器坏了，白痴哦。然后就引到你的那边喽，我要死！你有做萤火吗？还没。我帮你做一个。哎，狗狗怎么没追我了？还追你吗？没有啊。哦，好，还在。我在刚刚蜘蛛对面做了个萤火。两颗石头我引到牛牛那边了。好。我会怕我妹妹去揍到那群牛牛欸。不会。不会吗？我死了。嗯。不要急我，他根本就没咬你就。哦，好，好，有了有了。不要帮忙打，怕你妹妹会死哦。等一下哦。我没有稻草了。有欸，我吃大便会喝两滴血。
看一下，看我为什么？等一下哦，现在没有萤火的材料，我没有。你先去家里上面回吗？家里比较近啊，家里比较近啊。我回我也没有灯啊。哦，我有提灯，好，可以。不是家里有提灯吗？我有。我怎么用？一个那个。我靠！天亮了。是哦，好摇啊。妹妹再回血，妹妹现在150血而已，她好可怜哦。啊靠！我以为你是我妹妹。嗯。哇，广布咬牛，觉得很麻烦啊。就是你尸体，不是我尸体、啊。右边是我的。对吗？还没有。你捡东西，不然我无法跟他打架。那只王嘞？感觉死了啊！啊，应该死了吧？那妹妹嘞，还活着吗？妹妹都死了。那花嘞？花在我身上啊！哦，回来了。妹妹回来了吗？嗯。那下来，我来拆这个草。我来的。妹妹叫得出来吗？叫不出来吧？出来了。在哪？哦。你给妹妹打架，你给妹妹打架。你不要走太远，你要给妹妹打。妹妹会打，你不要一直动，你不要一直动，懂吗？你就是一直打，你就一直动，妹妹才不会打，死是不是？对。好，你先走。抱歉。没关系，那边有火。因为我没有武装备啦，妹妹要死了，16滴，17滴。妹妹要回血一下。
那这个妹妹要慢慢回血的。没了吗？嗯。我身上满了，你嘞？我还有很多空间。好，那你捡一捡吧，通通现在捡不把自起己。来。真正的可以吃大便？你可以买给小小。要自己买。会不会回到我们家？国王已经在了。不可能啊，因为我刚现在都没看到国王啊。我觉得国王死了，因为附近没有我啦、啊，因为他刚刚其实一直在咬我啊。我们种出一个西瓜了，哈哈。那、啊、南瓜嘞？不是跟你讲我要南瓜有。诶、欸。等一下，还在煮。哎、欸，你有素描吗？有。给我一个。树。哦、啊，你种这边啊、欸？没有。好呀、啊，你不是砍一堆木头没见哦？这个嘞，这个是坚果。你看你呀、啊，你圣诞树要放那个也可以啊。等一下，我是用坚果的啊。那就放啊，圣诞树在隔壁而已啊。哭啊！光萤火虫该不会全部掉了吧？不是哎、欸。哦，好烂哦！那么开大的东西都这么烂呢、啊？蜘蛛蛋，你想挂在哪？啊？蜘蛛蛋。嗯。随便挂、啊。你要放落水洞附近也可以啊。因为落水洞出来，他们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互打。
这是放甘草。给他吃西瓜。现在只会喷一个西瓜种子，也太亏了吧！他之前不是会喷好几个？因为妹妹理智一直叫吗？不是啊，不是妹妹不影响啊。游戏版就很常这样理智啊。哦，你那边转转转，好可爱哦！被怪物肉，那你看要不要拿去换那个？换什么黄金啊？对，啊，不用啊！啊，鸟叔都没喂，会死哦。有喂有喂，我刚刚他在吃那个，他现在20天才会死。然后你的陷阱，这个也给你。啊、你那个做哪里？你是不是要做蜘蛛？你洞做哪里？蜘蛛蛋。还没中。哦。然后我刚刚看到妹妹会杀兔子、欸。太凶了吧！靠呀，真的很凶。哎、欸，他攻击力增加了。他现在300滴血。刚刚已经是他六等最强的时候了，不是不是六等，就是600滴血。哎、欸，这里有腐烂食物了。我丢了啊，那我丢的了。嗯？我只捡到一个陷阱。哦，只有一个，这里还有几个。两个啊，然后你找齿轮，我记得我有东西要做，可是我忘记我要做什么。你要去剪毛。睫毛对，来摸摸过来，
你说我吗？对，摸摸我，摸你干嘛啦？摸植物啦。我摸完了。还有啊，我刚种啦。我先剪牛毛，明、哦、天再摸。摸摸摸摸摸。摸摸我摸就是啊，跟东升一样，细心呵护，才会有大的东西。对啊，他就怪怪的啊，整天要摸他，也不想想问过我的意见。我的天哪、啊，你有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？你有问过我要不要摸你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每一次刮都一定会刮漏。刮漏？刮什么漏？就是剪羊、剪牛毛、剪漏一两只之类的。没差、啊。被我骂两次而已，嘴两下。最几下不会死掉，没差啦。我几下？我说嘴一下不会死掉，没差啦。哦，对啊。真的有一头牛没捡到哎、欸，好强哦！我不是一头，是两头。嗯，毛，我这是种子，你怎么把土豆种子放在里面啊？土豆种子，哦。它是土豆，我看起来有点像是花椰菜。我想说，怎么一个这么特别的不能弄？缺一个。我有卧蘑菇。嗯，快饿死了。植物人想吃肉。地上。右边那个烹饪锅。啊。我记得他有可以那个做种子出来的机器，不用啊，你直接给鸟吃不就好了？喂、欸，看你这样讲的好像我是低能一样，你是不是忘记了？因为你都没在弄田的、啊，我没忘记啊。我想说他有改版，有东西就用啊，耶、yeah ，垃圾。我吃饺子也不会补血，真的假的？对，那我做饺子幹嘛，那你用那个嘞？我真吃死了啦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啊。不知道干嘛，忘记了。打齿轮，不用打冰块哦。然后去敲一下冰块。打冰块这个不急啊。没菜啦、啊。也是的。然后找齿轮。这齿轮比较急。我家里很多大便啊。很多大便，再见了，拜拜。家里很多大便，你可以用啊。而且我们家里附近很多牛啊。要想一个大便，回，回两滴血，懂吗？我回到嘛要吃25个大便，没差。我们自己也是吃花这样子撑过来的。
那我去砍木头，木头还够吗？应该。哦，还有啊。那我去砍石头，石头应该没了，真的。嗯。那个要升等了，那怎么升等？就不要死就升等。对对对，他不要死，他就会升等了。我还是挖了浆果虫回家了。是不是刚叫你挖？嗯，我太年轻了。好搞，刚画一个教主傻眼的图，好搞，给我看啊！啊！啊，要做箱子啦，然后要干嘛？就说很容易会忘记自己要干嘛吧，要做的事情太多了。真的。我做，你有那你吗？做。你做，我在挖挖挖挖金矿，挖石头那些的，顺便去采冰块。哇，你攻击力36，好想带你去打架。你今天晚上带你去打架。
有木头没了，木头又没了。我等一下有空再挖，旁边就是森林啦、啊。好，你说我背包要装得下。嗯昨天有画了银大大军辐射顶，嗯，都对，没有啦，我是在学生讲话。哎、欸，你浇花器要怎么浇、啊？拿在手上，然后嘞，不见。拿在手上，然后点那个地就好啦。点地哦。点它有一个 WATER， 这是点右键，拿起那个。哦哇，这里好多蜘蛛巢三层了的、啊。先不管它。哦，武器堆坏掉啦！感谢米娅的超级留言，下午好。哎呦，狗狗了。狗狗吗？
对。好，又会听到了。吓死白痴哦！你在牛牛身旁了吗？没错的是。啊，这的是。嗯，哦，冷了，那有萤火，完了，你看，他把他们惹生气了。对，妹妹，妹妹啊，妹妹没有吧？有，妹妹死掉了。啊，真的哎。你累的，但我需要你。而现在就是慢慢会一滴一滴的回血。嗯。攻击36哦。我还有弗兰15，你要吗？可以先存起来。好啊。感觉我到处在盖萤火，哇！你血量比我惨嘞，比你惨啊，就更不能回啊！你是不是戴着皇宫帽？我刚刚一直戴着头灯。我要去做一件衣服。哎、欸，发情了、哦！冬天会发情吗？妹妹又在生气了啦。嗯，妹妹随便啦。发屁情啊，发屁。我要被揍了。又被打了。嗯。来喽！不要揍了，不要！但他突然不揍我了，现在是怎样？这里他们就满出来了，我身上都满出来了，我看一下身上有什么可以丢掉的。满什么？
这个，哎，这个木头可以堆在家里。然后羊毛，然后狗牙，然后卵石，然后腐烂食物。我靠！嗯？没有。现在是怎样？你们真的很可爱耶！哇，哎、欸，我们的冰也太近了吧？你看，上面一大片呢。哦，冷了，好冷，好冷。嗯，保暖池是在哪个？工具，生存。生存，我找到了。圆的石头，有欸，你有挖到耶！Yeah！ 我帮你做啊。好，谢谢。对不对不起。起，而且我刚刚下意识直觉关了我电脑的麦，关快机打键喷再下嚏，去。结果我是用手机的，哈哈哈，笨蛋啊，笨蛋！哎，真的要做齿轮，是不是真的没齿轮啊？鞋子总体，哎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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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在储物地才能走欸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装那个？我有装那个模组，是热能是100趴的，就是不会没坏掉有，热能是。没有，要装吗？是哪一个？你没装介绍啊？给我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你介绍给你吗？没有推荐给我，你看哪里有？你只推三个模组给我。算，我等一下跟你介绍一下，介我绍。播种子。我靠！哎、欸，一次4个肉球，好爽哦！这晚结束，休息哦。好的。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夜晚，看好了。我觉得保暖是不会坏才合理。真的。哎、欸，谢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去抓萤火虫就是为了这个，为什么？就跟以前玩的一样啊，为什么？而且为什么我们要从那边搬家到这边来？哦，我原本想让你在那边睡觉，有那个啊，有礼物啊，什么？有礼物，你看，记得吗？我去做做看。然后拆礼物，然后那个人就会拿着一堆东西什么。我知道我们在那边杀那些鸟。啊，甘草不够了，你有甘草吗？有快给我！19个。
看给我，什么叫给我？不要在那边生火。为什么？我就是要在那边用圣诞的东西，你在那边生火。用冰块啊，有一冰块，对不起。你用啊。火灯。急了。不然我干嘛把他萤火搬过去？我就是想说，你为什么把那个萤火搬过去？而且，他在装那个帐篷不会坏的模的，不然帐篷睡六次就要坏了啊！有礼物了，香。被剧透了，真的耶。什么嘞？哎、欸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们看到他，你们看到他刚刚说了一句话，然后他就回血了。漏水茶杯。好啦，今晚就到这儿啦，今天下午就到这儿啦。好的，拜拜。好的，拜拜，各位晚安。晚点不是巧克团，是跟阿静玩哦。各位拜拜。居然是跟阿静。对啊。再倒数个5秒，4、3、2。